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午餐时间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DNO 这只股很久没有看了，像今天就有一位会员又问这只股，让我们就来看一下图表。如果你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，可以去参加我 YouTube channel 的会员，只是需要请我喝杯咖啡。它很显然这边就一个很一堆筹码，这边，而且它已经是跌破了，现在它好，今天早上时候好像有点青色烂珠，好像要止跌了，但是我还是有所保留。我认为呢，最少最少呢都要等它突破这个筹码的最低价，也就是 3.80， 站上 3.80 的时候还会有机会继续往上冲。这个可以不可以站上去，老实讲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你看套牢盘真的是很多，不要开玩笑，这个不是这么看好，套牢盘太多了。如果你真的是要去接的话，也要等它站上这个 3.80， 基本上我是不建议的呀。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可能我也会看错，你的钱你自己做主，谢谢大家。